峭壁上方冒出熊熊火光，黑烟直窜天际。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地狱厨房发生一起公安意外，一座安装在大楼顶楼的吊臂起火燃烧，随后就断裂坠落，还砸向对面的大楼。事发就在当地时间26号上午7点多，吊臂安装在一栋45层楼的大楼上，一名操作员在吊运混凝土时发现吊臂起火，自行灭火失败后随即逃离现场。消防获报后到场布水线灌救，成功在上午9点多扑灭火势。不过相关单位还得持续厘清是否有人受困受伤，并厘清详细起火原因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